这道菜大家都会做，但是好多人做出来不是硬就是油，还不入味儿。把我的做法分享给大家。首先我们选这种籽儿比较少的茄子，把皮去掉，均匀的切成手指粗的长条，然后撒上一小把淀粉，防止茄子氧化变黑，炸的时候还不吸油，油温烧到气上热，开大火把茄子下锅炸。每天认真教大家做菜，能给个小红心支持一下吗？谢谢了。大火炸三分钟，像这种金黄酥脆捞出来控油，趁油热把切好的红绿尖椒也烫一下，锅中不放油，下肉末，把肉末炒到变色，下入蒜末炒出香味儿。好吃的关键是这个调制好的鱼香肉丝酱，其他调料都不用放了，刚学做菜都不会翻车。然后加一勺清水，烧开倒入炸好的茄子，翻炒均匀入味儿，汤汁浓稠，撒上一点青蒜末就可以出锅了。这样做的鱼香茄子软烂入味儿，好吃不腻，百吃不厌。喜欢你也赶紧试试吧。